我经常晚上在屋顶上瞎晃，没事就看星星。你要是也看星星，你就会想，一束光从宇宙这头，好几百亿年才能跑到那头，可只有在经过地球的时候，才能遇到人。这很奇怪，不是吗？欢迎你，陆明飞。C1000次地铁即将进站。跳这支舞的时候，你要觉得自己像是世界之王。欢迎成为世界康斯坦丁黑色庇护所，灯下的阴影，被世界遗忘的理想乡。觉醒吧，骸骨的力量，戒律解除。所有人请注意，黄色警戒，可能有人阻击。黑暗的风成为我的眼睛，引领引诱。从巴比伦的高处来，燃烧成太阳。炎帝，军舰，真实的世界广阔的难以想象，跟他相比。你原来所知的世界不过就像是一粒米放在荒原上那样渺小。欢迎你来到真实，欢迎你来到卡塞尔学院。